你看看这漂亮的面疙瘩，然后呢我们现在要把它加上羹进来咯。我们的酸辣汤多么丰富啊，哇塞，把它稍微的拌匀，不够汤的就可以再去多加一点，然后呢再淋上我们所需要的黑醋，增加它的美味，然后再当然少不了香菜跟芹菜咯。我的酸辣汤底不够，我要再去多加点，当然这么好吃当然要多吃一点哦。